一次为了所有的花花而来。Let's go！等一下我们拍的那种花花的照片会很好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心公主，我是马来西亚华人，住在吉隆坡，祖籍呢是在福建，我是一位旅游博主哦。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成都啦，今年一月份呢，我带着我的妈妈、阿姨还有老公一起来到了成都，喝了盖碗茶，吃了成都串串、火锅、川菜，看了变脸，买了中国品牌。我觉得成都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地方，因为我实在太爱成都这个城市了，才隔了一个月，我就带着老公 Kai 再一次来到成都啦。而这一次我做了很久的攻略，发现成都啊有一个地方叫新津，可以把我想看的所有花都看到哦。梨花溪吗？梨花是这边，我们就是这个新道天堂。对，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新道天堂。哇，好多，很美很美很美。哇，真的很像戏里面的那个对情景。哇，好浪漫啊。哇，整片樱花。然后哦，我们的国家每次哦看樱花去哪里？韩国、日本。每次只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打赌，一定没有人知道成都是可以看樱花，是不是？我又发现了这宝藏之地啊！明年你们一定啊要赶快抢机票来啊！我们现在还有免签吧？是不是？应该会持续了。我希望我免签应该要延续。对，中马友谊啊！Yeah, 真的是这样，这里的樱花是真有实力啊！只是这片呢，这100多200亩的话，只是这片呢，它是比较集中的，很多品种都集中在一起了。四月的时候，我们这儿的樱花它就变成另一品种了啊！像那晚樱啊，像那个红匪衣啊，那就是四月份的樱花。今年四月底啊，我们四月会，我们新津也是其中的一个分会场，因为在新津区这里边啊，我们的那个花卉它是从二月份一直可以延续到这个秋天，所以我每个月都要来成都一趟啊。每个月都飞，因为现在免签了嘛，现在免签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欢迎欢迎，到成都，成都是不会辜负你的，成都真是个好地方。好，是个好地方。好，我去跑下一趟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很好啊。还跟我们分享很多这边的知识。我们每个月来一次。你快点跟我拍照啊！樱花，我准备要去换一套衣服，因为我们要去拍更多其他的花花。哇，你看我现在又换了一套衣服，准备来拍这个油菜花的田啦，好大一片啊！你看它有黄色，有橙色，而且很震撼，而且很香哎！你看那个，哇，被那个花包围住，很幸福，太幸福了吧！油菜花的味道太香了，真的被包围的那种感觉很幸福。对，但是除了这个，我们最重要来这边是做什么？在油菜花田里面吃火锅。Oh my god， 已经准备好了，哇！烧的嘞！哎，真的，我没有吃过用炭烧的火锅哎。它这个是他们现在最流行的吃火锅方式哎。对，据说是现在最流行、最红的一个吃法。海东哦。我要尝试他们的牛肉，看起来不错。嗨，你好。Hello。哇，你们可说你们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，很可爱。专程送一个点心给你们，我们的熊猫点心。谢谢你，好可爱。这个是，我不舍得吃哎，真的是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很可爱哎 ，Oh my god， 太可爱了。
边的人呢？对，太 nice 了，很友好，很友好。真的，好像今天我们遇到几个都是很好啊，全部老板也很友善啊，然后很欢迎我们。还有上一次呢？上一次那个阿姨背包的事情不见了。我们然后第一次我们带妈妈跟阿姨一起来，然后阿姨的包直接落在车上，结果就是我们跟那个司机讲哦，司机大哥是原封不动把那个包带回来给我们，然后也一分钱也没有要跟我们要，怎么那么好这边的人？是，嗯，还有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泡泡干，然后我回到去马来西亚过后呢，我就拍了视频有讲，我真的很喜欢吃，很想念嘛。然后成都的朋友真的是就想办法把那个泡泡干寄到我的家，所以我在马来西亚也吃到泡泡干，就是感觉有求必应，感觉他是我的家人。你知道只有家人是这样子，你想要什么，他就会想要对你好。我觉得在这边竟然有被很多不认识的人都这样子对待，真的是，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成都？短短三个月里面我来了两次啊！那我们下一次几时来？嗯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样快？下个月4月27号，汤尤杯。哦，汤尤杯是那个全世界的那个羽球，对，有好多明星。哇，马来西亚羽球也是数一数二的哦。到时我们就来看世园会，也看汤尤杯。哇，好哦，这个打算马来西亚人跟我一起来。